Hello， 大家，我是鸭子。今天我们来到是美梦成真的陈真门市。那鸭子呢，刚来的时候遇到了一位许久未见的保友哈，然后我们说这边有拉蒂亚斯啊，来玩玩看。哇，还真的是拉蒂亚斯哎。看能不能把它顺利的捕捉了，我怕有没有其他张卡片。那这张如果幸运的被我们下卡的话，就直接抽给大家了，因为毕竟这个亚斯鸭子也有了。来，草喷，可惜。好的，今天的第一道不知道选谁呢？原路杀吧 ，Go Go，Let's Go！ 300，哎，287而已，按的不理想。太好了，是卡车程度。附近宝可梦听到呼喊了，该不会是拉蒂亚斯？还有一些小全食，哎，所以哦，交换机费。野生的宝可梦出现了，去对战，去对战并捕获吧。派出你的宝可梦啊！战斗开始。如果你有支援宝可梦，对战开始。好，对战开始。连打按钮和考验对手吧。这个我们应该可以在一回合内把它拉蒂亚斯给处理掉，如果没意外的话。攻击轮盘意外就是失误。哎呀，还到十点了，我总觉得刚刚我应该是35点，但系统没有侦测到我的那个按键。来了，地震，啪！效果绝佳。三分之一血量应该有吧？哎呀，糟了，看来是没办法一回合处理掉。来，我们不怕，异次元猛攻，让鸭子按一个35点给大家看。哎呀，20点也不错，虽然对手按到了逃跑。不过还是不好哎，因为我们是不怕，100%命中，真的好用，一击搞定没有？哇，拉开了整个8个身距啊！要只要直接把它追上去，好像有点太硬了，扯得太远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再给它攻击一下，也不至于到直接把我们击败了。博物球。剩下半血，不怕抵达现场，结束了，因为不怕来了，异次元猛攻，来了大家，左边五星拉蒂亚斯，右边异星小玄石，有这个机会可以把他们顺利捕捉吗？这张如果左边如果没抓到的话，右边的这个一星小拳指还有交换机会了。来，鸭子投个好球。彩虹是不是出错边了，哥？老板，你们家彩虹出在一星呢？哎呀，这就是在戏弄我啊！给拖大在一星小拳指，该你上场的机会了，打输。麻烦音乐请下。不知道这个交换机会能换到什么神仙宝可梦啊，令人期待。是我们想要的五星妹妹拉蒂亚斯嘛？刚才抓到的宝可梦，要不要跟我的交换呢？好哇、啊。按下按钮决定。交换宝可梦。那你一开始哇，不是。大叔，谢谢大叔。大家，拉蒂亚斯给图打者，不是、啊、这个，难打哟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刚刚不直接给我们捕捉呢？用交换，这也是还蛮俏皮的，但我喜欢你这俏皮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大家如果有需要这个无锡拉蒂亚斯的，直接抽给各位了。请留言，我需要拉蒂亚斯就可以参加抽奖啦。就是这么幸运哎。真的是只有一道而已，对战捕获。大侠，五星盖欧卡，这可是不得了了，不得了！这是鸭子最想要的一张了呢。难道说，我最想要库拉多跟盖欧卡了，但到现在还没有捕捉过啊。我们居然遭遇了盖欧卡，今天看来真的会是一场硬战哦。又
先选个小泉石吧，我们把它领下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刚刚小泉石帮我们换到了五星的妹妹拉蒂亚斯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哇塞哇塞，鸭贼真的是贼好运呢。但是说还没有下卡了，不过就尽量打打看喽。太兴奋了吧！太兴奋了吧！鸡鸡，盖欧卡，盖欧卡，盖欧卡，难道是盖欧卡？是不是在做梦啊，鸭贼？哎呦！Z 来了，盖欧卡左手边那一位，然后巨沼怪，这应该是三星的啦，该不会是就是？哇塞，太帅啦，鸭贼！三星巨沼怪，好的，那我们交给这个紫玉剑了，肯定没问题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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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兴奋啦！对战开始 ，Go Go Let's Go！中了，我方的攻击轮盘瞄准红色攻击20点，紫玉剑打在盖欧卡的身上有多少呢？也热，感觉应该有一半以上吧，效果绝佳，真的是一半以上。那接下来库拉多的地震再带走他剩下的一半，我方的攻击地震OK， 剩下大概1/10的血量吧。不过我们要被库拉多的水炮给冲到了。哎，鸭子按得漂亮，好不好？是水炮吗？还是根源波动？没错，是根源波动，最帅的那一种。快闪开！我总觉得库拉多瑟瑟发抖啊。库拉多，撑住啊！撑不住，那没关系，派上我们的胡帕。设置岗位卡夹，按下按钮决定。残余的血量交给紫玉剑，看能不能顺利的击败盖欧卡。有打中就有啦，即便是10点也没问题。10点就10点，哎，对手按到了盾，那就狙击了。可是应该还是打得过，因为血量实在是剩太少了。把击中要害，好吧，盖欧卡顺利击败。来，大家左边五星盖欧卡，这张我们非常非常非常需要。右边的话是三星的巨沼怪，大家去投个好球好吗？把摇摆球向前推。三 ，Go！ 噔噔，哎，糟糕哦，这个精灵球之手哈，好像还是没有改过来。没关系，能捕捉都是好球。一下吗？两下。三 ，Go Go！ 哎呀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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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本来就是该如此啊，可惜了可惜了。你要玩吗？哦，三星伊布，五星盖欧卡，三星伊布，好多伊布。我们先选宝宝丁吧，早一点把它拿下。看运气好一点，会不会直接拿完宝宝丁之后？哦，真的，第一个是宝宝丁，盖欧卡，盖欧卡，盖欧卡。哎呀，293。哎呀，又是小孵蛋，怎么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张多张小孵蛋？出现了，精灵球还不错，因为这样的三星比较没那么容易捕捉。但这一切都很难说啊！一下了，两下，三，爆开，拜托！哎呦，真的爆开来了，小反击费！太好了，捉到宝可梦喽！大叔，哎呀，大叔没有被我们叫出来。可能刚好出门了，没有看到这一场强大宝可梦的气息，是盖欧卡的味道。马里奥又是二星的哦，这就是盖欧卡，还有三星巨沼怪，又是一模一样的组合。希望就是这一把了，好不好？顺利的捕捉、击败跟捕捉，算几率比较小了，因为毕竟盖欧卡才刚出来嘛。来，碧锤，有了，击中啊，好球！大家左边五星盖欧卡，麻烦把力量借给鸭贼，好不好？我要把亲戚朋友都找来，借给鸭贼一下，拜托拜托，谢谢你们的支持了。力量接收中，感觉到了就要出发。是精灵球。哎呀，怎么又是精灵球呀？
好像只能丢精灵球一样。不过没关系了，能捕捉多少球一下了，两下就爆开了。哎呦，好可惜呢！大家盖欧卡大图出现，有缘无份吗？还是有缘有份？希望能够顺利的捕捉，就在今天 ，just today。哎呦，这个地图非常适合草根，看起来很有料。草丛有没有？草丛有点大，可惜没发光。没关系，能顺利遭遇就好。哇塞，很多恶心哎！来吧，我们拿路卡利哦。感觉夜刃就是要来失误用的了。打准哦，有哎，还击中要害。哇塞，击中要害的下场，紫玉剑太凶了吧！完全不给我们神兽盖欧卡面子啊！来了，大家左边五星盖欧卡，右边一星小孵蛋，要是这一次认真投资。超级球，蓝色身体的球身啊，它搭配我们盖欧卡蓝色身体非常好看，是今天吗？一下了，两下，三 ，QQ， 哇塞，爆开了，盖欧卡 no 啊！但没关系，我们有抓到小孵蛋，有没有交换积费？没有，谢谢老板了，玩得不错，强大宝可梦 ，no。连续大图两次，那刚刚的那一张火焰金呢？确定是四星了吗？全起来，加油加油 ，Oligay 加油！草丛大一点麻烦，最大的那种哦，跑到沙滩来了。对啦，这里才会草喷啦，这个地图没问题啦，稳稳的。大虫了，哇，很大虫，可惜没发光，但难说。哇！最顶棒嘞 ！Oh my gosh， 这个地图很可以哎！根源波动盖欧卡纳入麾下，谢谢顺利捕捉。Beautiful dance！ 哦吼，天哪！今天早起真的太值得了，大家，好像在做梦哦。Gana 嘞最顶棒哎！哇哇哇哇哇，双五星一早，我的天，还在震惊中。有料啊，那个草丛表现得不错，加薪了草丛，今天晚上回去帮你多施点肥啊。哎呀，火焰机刚刚好拿来打我们的盖欧，用盖欧卡来对抗一下。哇，这是鸭子第一次的原始回归宝可梦，水水水啦，原始回归。哇，帅呢动画，这次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，有看到人家用啦，但是鸭子就是没有自己使用过啊。盖欧卡的外形也是蛮好看的，走起，走起，走起，但速度似乎有点慢，但紫玉剑可能是因为紫玉剑太快了。紫玉剑的夜刃，等一下来看一下这个盖欧卡的招式。招式轮盘是不是这么神啊 ？OK， 半血来了，海啸等级的盖欧卡即将出现。我方的攻击轮盘，来看一下攻击轮盘。哇，有那个比较特别的颜色，五十点，好的开始。Go go let's go， 根源波动。火焰鸡瑟瑟发抖，哇，好猛哦！这感觉太过瘾了吧？哇，失误，不会没关系了，哎，没事没事啊，稳住心态，稳住心态，起码我们打败了右边的三星蜥蜴版的，到现在还是很开心的，笑不停的，瞄准红。碎啦！真的让鸭子顺利的捕捉了盖欧卡，美梦成真门是真的美梦成真了。那现在鸭子离五星的全图鉴呢，就缺两张，一张呢就是原始的固拉多，另外一张呢就是五星公主蒂安西。咱们继续加油就对了。那这里呢也祝福大家都能像鸭子这样那么好运。最后也恭喜画面上两位观众抽中了上一支影片的奖品，再麻烦进速到鸭子的粉丝团跟我联络。那么这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就下一回再见了，各位，拜拜。